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来上的课程呢是反读守门员的第十单元，反读大使我加一。今天呢这个单元，我们首先呢要跟各位同学啊来看到它有几个东西啊要跟各位介绍。第一个呢是名人反读影片，第二个呢是反读大使的一个意义，第三班级反读小组反读宣导标语海报制作竞赛，以及四小组表扬及颁发反读大使我加一的一个证明书。好，让我们来看进到课程。首先呢活动一，我们来看到这一本杂志大家有看过吗？这一本写 Time 的杂志呢是美国时代杂志，这本杂志呢是全球啊发行量非常大的一本杂志，那它，每一年啊也都会公布，在整个我们全世界当中，100个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人物的一个排行榜，那这100个人物的排行榜，就是，除了表彰他们的一个努力之外，也能够鼓励我们所有全球的人都能够效法学习他们的一个成就，然后也能像他们一样开拓一个美好的人生。那像我们台湾呢也有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以及这个卖菜的阿嬷陈树菊阿嬷，以及以前的这个台湾之光王建民都曾经登上过这个时代杂志，那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也肯定他们的一个这个努力的一个过程。那所以说呢，这样借由这样的一个标杆的一个效应，我们也在这个防治毒品的时候呢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选在各行各业当中选出反毒大使，借由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典范，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各位这个在学龄当中的这些青少年能够学习他们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方式然后就能够达到一个健康成长人生逐梦成功的一个这一个目标。首先我们来看到林毅杰的一个专访。我是林毅杰，我不吸毒。我想现在小孩子青少年们应该要掌握好自己心中的那一把尺，对我来讲我就不会去有想要去碰毒品，我不会去想要有一丁点的好奇或想要尝试，不要去影响到自己的健康或是安全。我一直相信一直努力就会有幸运做出你自己想要的追求的梦想。好，那我们看完了这段影片。我是那这一段影片当中呢有一些他所说到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当中反毒大使林毅杰他说了些什么呢这边有几个选项，我们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大家知道吗？好，我们公布答案。答案是一，我不吸毒，不好奇，注意自己的健康或安全以及五，我一直相信一直努力就会有幸运。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到我们这个前 NBA 的一个华裔的选手也是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台湾之光林书豪那他也跟这个刑事警察局呢合作拍了一个反毒的一个影片，我们也来看看。我是林书豪，我热爱运动，请大家跟我一起拒绝毒品。Hey everyone, I'm Jeremy Lin, and I just wanted to encourage you guys.Growing up, there were a lot of distractions and tough times, and one of the temptations was always to go to drugs and alcohol. But I think
the thing that I've really learned is that ultimately, those things are very harmful and they don't help me achieve my dreams. They don't make me a better person. And so I just want to encourage you guys, as you're going through life, as you're growing up, surround yourself with people that will help you make great decisions, that will keep you away from drugs, that will allow you to, you know, have great relationships. So when you are feeling stressed or if you're sad, maybe you can try working out, playing sports, spending time with your family or your friends, people who love you.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fun things that you can do. And so hopefully as you guys go through life and experience a lot of highs and lows, you continue to always try to make yourself a better person each and every day.好，那我们看完了林书豪的这段影片啊，那在影片当中林书豪说了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选项。那选项啊，五项当中是哪几项呢？各位同学知道吗？答案是一，远离毒品的诱惑，发展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三，面临压力或沮丧时，可以选择不同的运动来锻炼身体；四，多尝试有趣的事，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好，那在我们接下来再看到第二题。好，那刚才大家可以看到图片当中啊，有出现一个英文句子 anti-drug abuse 是什么意思呢？有人知道吗？好，答案是反对药物滥用，或者是防治药物滥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啊，影视的明星任容萱小姐啊，她也是有做一个反毒名人的一个专访。拒绝毒害，秀你自己。不要去碰触任何毒品类的东西，这个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会让自己反而更跳脱不出来自己的困境，会更陷在其中，然后变得失去了自己。远离是第一步，你知道这是什么，那你不要去接触，不要好奇，因为它对你就是会造成伤害。让自己的生活是在非常清醒的状态下去体验很多的人生。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影片当中啊，你看到一些什么呢？那一开始任容萱她有做一个反毒口号以及手势，大家可以再做一次吗？拒绝毒害，秀你自己。第二个，影片当中刚才在左边的跑马灯出现的讯息是什么呢？啊，那各位同学，这题有一点困难啊，但是啊，你如果刚才啊有足够专心的话，你会看到啊跑马灯经过的时候呢，啊它有秀出了一些电话号码，那它的讯息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答案是毒防中心的戒程专线0800-770-885。啊，那借由这支专线呢，啊，你也可以啊，对于这个毒品啊，如果说你有身边有啊这个已经有成瘾的人，或是你发觉他可能有在吸食毒品啊，你都可以拨打这支电话来求助啊，来帮忙。好，那我们第一阶段的活动呢，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老师呢，在这边跟各位啊。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每一个的人生啊，都会有高峰，也有啊，低潮的时候。那当你遇到困难、困境，或者是觉得很不如意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克服度过呢？是勇敢来面对挫折或压力，不要去逃避。如果说你能够用很正向的一个方式来思考，用正向的能力来解决问题，如果说你一直努力下去，老师相信啊，你一定会有好运发生。那如果说你
使用了毒品，那你就很有可能你就忙一时，就毁一世，你的毒品就会带走你的灵魂。那你如果说能够拒绝这个毒品对你造成的一个伤害，然后把你的所有的能力都尽量的把它表现出来，秀你自己，那我想你的人生没有毒的一个人生一定是非常的精彩，也能够把你所有的能力都展现出来。好，那我们第一阶段的一个活动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活动二，我们要来制作反毒标语以及海报。那活动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现在来分组，那小组的伙伴呢，大家同心协力来绘制反毒标语的海报，然后呢每一个小组就上台来宣传你的这个反毒海报。那第三个呢，那我们各组呢每一个人都有两张选票，大家来选出你认为最优秀的一个反毒小组的一个海报，那也他宣传的一个这个优秀的一个程度你也可以做当中的一个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这是一个制作的一个参考的脚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是反毒第几小组，那大家的反毒口号勇敢面对挫折或压力，用正向能量解决问题，无毒人生精彩范登，反毒大使我加一然后大家同时配合这样的一个动作手势来把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把它做制作完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制作反毒标语以及海报那大家就共同想想看怎么样呢能够制作吸引人的一个反毒标语的一个海报。好，那接下来呢时间就交给各位。好，那我想大家都已经制作完成了。好，那我们各组也都上台来进行反毒的宣导。好，那大家来想想看怎么样能够让反毒宣导有更深刻的了解以及更深刻的印象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每一个人有两票，然后你可以在便利贴上面书写反毒大使我加一，然后当作选票，然后把这个便利贴呢贴在你所喜欢的这一个海报上面。好，那每一组呢依序上台投票，在你喜欢的小组上面的海报上面贴上便利贴，然后老师这边会做一个计票以及公布最后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小组的表扬。好，我们最高人气奖，最佳表现奖，还有反毒好棒奖，剧毒征战奖，以及健康幸福奖。那我们接下来呢看到活动二，制作证书。那我们今天呢的课程完毕之后呢，大家其实就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反毒大使，所以说我们必须来制作一个证明书来证明我们其实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反毒大使的一个人员，所以说我们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证明书。大家可以在画面中看到反毒大使我加一的一个证明书的一个格式大概是这个样子。大家可以在几年几班来填入你的班级，在学生某某某把你的名字填上去，然后参加本属反毒大使我加一的一个课程，制作反毒文宣以及宣导试讲，表现优良，特班指正，
教育部国民与学前教育署志工家长入班宣导专案小组，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就把今天的日期把它填入。好，那今天呢活动二啊也到这边啊告一个段落。好，那老师呀也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好，那我们啊可以效法啊这些刚才所讲到的这些名人啊，因为他们都是选择走啊非常正确的一个道路，他们没有啊去啊这个啊做吸食毒品啊，或者是啊去啊走一些不正当的一个路线，所以说他们的未来都非常的美好，也这个深受社会大众的一个肯定，然后社会的形象也都非常的良好。那我们现在担任一个学生的时候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有很多一些诱惑，一些不好的诱惑，大家一定要坚决绝不使用不当的一个药物，然后大家也要为了这个反毒大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今天大家听过了这个课程，大家人人都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反毒大使，那我们周遭的这些亲朋好友，我们大家也要主动去关心，避免他们受到毒品的侵害，好的话大家共同来营造健康善良和乐共好的一个社会。好，那我们今天呢的课程呢就到这边结束。好，那谢谢大家。